记者陈怡佳台北报道，强台玛利亚来袭，台湾高铁晚间宣布已完成防台应变中心开设，24小时监控全线台风动态，明天下午3时前全线维持正常营运服务，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。高铁将进一步搜集台风相关资讯后，明日上午9时前宣布最新的营运规划。高铁也呼吁临近高铁沿线民众务必加强固定大型 T 字招牌、农渔用尼龙网具、帆布、棚架、气球、广告等物件，由于该等物品一旦遭强风吹落，可能飘入高铁路线范围内而缠绕架空电车线，不但恐损高铁资产设备，亦将严重影响行车安全，更有触法之余，民众切勿掉以轻心。高铁表示，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至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止，购买上述期间列车车票的旅客，若列车正常运行而未搭乘，或列车运转变更、车次取消，可自乘车日起一年内持未经使用的车票至高铁各车站办理退票，免收手续费。为确保运行安全，若部分路段之风速、雨量过大，达到运转限制标准时，列车将采取行车速线，如因此延误预定到站时间，属天然灾害因素，不适用延迟退费规定。台铁则表示，路上警报发布后，距离台风登陆仍有一段时间，而登陆后地面风速达10级以上，才对营运有影响，因此明天行车班次维持正常，